我睇得清嘅。我全部睇晒。知啦知啦，知你睇得最清楚啦。为咗大家咧都睇得清楚啲，我哋都嚟个慢镜重播啊！网上近日流传短片，一班壮男喺一个鱼市场度裸跑，拍摄时间系9月22日嘅凌晨，大概12点几。当时场内怀疑仲有鱼贩喺度做紧嘢。呢个点解边个嚟噶？若无其事嘅呢个人，但系呢班壮男都无惧啊！唔知佢哋知唔知俾 CCTV 影低咗嘅咧？咁到底佢哋点解咁夜要喺鱼市场度剥光珠走嚟走去，都仲系一个谜。有人就攞住摄录机跟住，唔排除咧系拍紧节目。不过相信节目未出街，已经为一班网民带嚟好多娱乐啦。个个带得条 J J 喺度，有冇？哇，黐线，廿几个。